够天真，不够诚恳，两眼不深，当然不够动人。我有天分，刚刚那个状况，哥哥有练过，所以你们不要学。这个球是用来比赛的，不是用来打人的，知道吗？我说了不准剪，你为什么还剪？我为什么不能剪啊？看你拿剪刀的姿势，你这刀剪下去必败无疑。你又怎么知道我会必败无疑？就算我现在跟你说了理由，你也不会懂。现在请你下台去，让我来补救你这失败的一刀。你是谁啊？凭什么这样跟我讲话？你不知道我是谁，还敢来这里跟法国人比赛？我可是主办单位千挑万选。我不想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爱国吗？我当然爱国啊！爱国的话你就下去。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真的好了好了，我们赶快走了，我们走了。等一下，下去之前，把你这包古董拿下去。小贝，小贝走了啦。你拉我下来干嘛？我都没发挥到哎！哎呦，这个男的叫杜雅斯，而且他们三个都是国际非常知名的设计师哎。我看呢，我们还是赶快回家，不要在那边丢人现眼了啦。哎，你这个没自信的家伙！我没自信？好啊，你最有自信了。你别以为我没看到啊！你刚才在台上手还在那边抖哎。好，如果你现在有种，就上台啊，上台把他们拉下来啊！走走啊！倒是没有这个必要。正所谓，好女不跟恶男斗。处长，想碰车。他是去年魔幻法医大赛的得奖人，他是去年大赛的二奖，首奖就是雅思。想碰是我啊，ça fait longtemps, ça fait longtemps, effectivement. J'étais en train de me demander pourquoi je t'ai pas vu aussitôt. Enfin, te voilà. Si j'avais su que tu étais là, je serais venu plus tôt. Dans un monde, il y a un bateau qui bat tout bat. Maintenant que tu es là.Alors cette compétition prend tout son sens. Bonne chance. Bonne chance.你的妈
model 个性看起来比较活泼，眼睛是鹅蛋圆，我想帮他带点层次，柔和他整个头发的线条，控制脸庞周围发量的厚度与空间，提升整体质感。现在头发有点厚重，我们做高层次跟低层次两种剪法交互运用，来增加它的韵律感。我刚才这一刀已经把它剪坏了，明叔来请保点。这刀的确有影响，但我们绝对有弥补的空间。我们的 model 发质比较干，发尾比较毛躁，所以我们利用它头发本身的特质，创造一种狂野而凌乱的 style。你看，这个才叫专业。要不是我刚刚把你提早拉下来啊，我们在台上不知道有多难看啊。你干嘛要长别人自信，灭自己威风啊？我。这么自然，不着痕迹，这才是真正的美法。头发先吹干，运用发蜡和慕斯交互使用来达到效果。记住，手指是最佳的工具。像这样蓬松有飘逸感，是今年伦敦街头最流行的时尚造型。Si vous voulez avoir des anglaises souples et brillantes, il faut absolument en prendre soin. Entretenir des cheveux longs, c'est très important. Après avoir mis du gel wax, les cheveux ne sont-ils pas plus forts et brillants? 还有十分钟，双方 model 就开始走秀，我们将由整体造型来决定胜负。他们穿的是 Celine 的衣服。那我们的模特儿呢？这一件。这比路边摊还糟糕哎。处长请来的四位评审都是对时尚很敏感的人，如果我们穿这个的话，铁定赢不了。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同时出现，所以今天绝对不能输。如果输了的话，就把我们今天开的 salon 再关起来吧。三位，容我提醒你们，你们还有九分钟的时间。桌上的那件是蛮适合你们的。三位大师喜欢高难度的挑战啊，加油了！现在买？不可能，这附近只有青少年百货公司，买不到我们要的名牌。就算买了名牌，又怎么样？我们在服装上面，顶多跟他们一样。没办法超越他们的，看来这出险招了。